我喜欢你。儿子，你终于肯跟爸爸说话了。学会了吗？为什么不能选择更严谨的书面表达？比方说，邮件，不仅沟通可以及时高效，而且还可以留证作为法律依据。大量观摩了好莱坞的爱情片以及欧美的剧集，我发现他们在经历了完美约会之后，都会选择一起躺在床上交心。完美约会？那是老外，你看点亚洲人看的纯爱剧好不好？你以为我没看吗？我经过分析以后得出了一个结论，亚洲人在表达心意上太过于含蓄，还是欧美人比较直接。你不是想让我明确表达我的心意吗？如果说今天下午的钓鱼还不够的话，来吧。你爸不回来吃饭了？你和乔燕的婚事到哪步了？你爸年纪大了，以后我们林家就全靠你了。你要争口气呀！还有，现在你在贺氏负责的那个手环项目，我跟你爸已经说了，他会帮你的。何小燕让我离开贺氏了。什么？他跟那个女医生谈恋爱了。不是说合约已经解除了吗？怎么又谈起恋爱来了？我上楼了。行，我得问问贺佳琪。什么意思吗？这是。只要你跟林维结婚，你所谓的隐患根本不存在，而且对手环大有益处。大姑，这个问题我已经不想再讨论了，我一会儿还有一个会，先挂了。正常情况下的小孩子呢，是挺可爱的，但每天面对像小宝那种多多少少有点问题的孩子，恐怕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爱了。大姑，是这样的，
正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天生有多可爱，所以才更想帮他们把病治好。那些被你救过的孩子很幸运，但是我希望你能离开小芳和乔燕。我知道您觉得我配不上乔燕，但是大姑，你真的愿意他为了公司去娶一个自己都不爱的女人，然后不开心的过一辈子吗？乔燕自从决定接替他哥哥的事业，那就不只是他自己的事业了，他要对得起故去的亲人，不能逃避。是，大姑，我觉得您说的对，但是很自私。门不当户不对的情侣很难步入婚姻，即使是结了婚也不会幸福。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，到时候你跟乔燕两败俱伤，而且小宝也会再次受到伤害，不是吗？大姑，请您不要再为难医院，是我自己没有处理好。这么快就搞过来了，看来你真是很在乎他呀。我当然很在乎他，我知道贺氏是需要我付出全部心血的地方。从大哥和大嫂去世的那天开始，我就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。这些年来，除了贺氏和小宝，我没有任何自己的生活。我很清楚我们家的情况，我更清楚我的处境和责任，但同时我也很渴望能够拥有一个正常成年人可以拥有的东西。我想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组建一个家庭。大姑，你想要的我会帮你实现，但我和雨月的事情希望您不要再干涉。我们走。大姑，我们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大姑要请你吃饭，我就知道她一定会说那些话。没生气吧？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觉得你刚刚超级帅。你放心，大姑的事情我会搞定的。你也放心，我不是这么脆弱的人，我也不会这么轻易被吓跑的。我要抓紧你，牢牢地抓住你。我今天过来也是为了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从出生到现在，这几个字我从来都没有说出口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是用理智和数据来说话。突然说出我喜欢你，还真的有些难为情。但是真的，一旦说出来，我终于是松了一口气。你说的对，情感确实需要表达出来，所以我还有很多需要去改，需要去学。李月，你愿意陪着我继续改，让我去学吗？我愿意。谢谢。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对你说了太多次的谢谢了？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哼！我看人家电视剧里面跟男主谈恋爱，都是被各种宠溺、各种哄，到我这儿我就捡了个傻白甜，还得教你怎么谈恋爱呢。教会了我，小时候成果的不还是你吗？
有道理啊。行吧，我就当做是自食其力，自己种树，自己摘果。走吧，上半天。我。谁？给我开灵药。灵媒？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你真要转钱的话，也得先加个微信吧。什么时候能给我？你最近遇到什么事了吗？没有。你的焦虑症需要长期的看心理医生。你要不相信我的话，你可以去找一个不认识的心理医生，或者是我给你推荐一个靠谱的。总而言之，我绝对不会泄露你的身份的。不用，明天我找你拿药。妈，林总，他们都是贺氏手环项目组的核心成员，以后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跟他们说。妈，一定要这样吗？你不要说到做不到，最后让我们林家蒙羞。我明白了，妈。坐吧。放心，我这儿没有摄像头。药钱都给你了，怎么还不给我药？我是心理医生，不是药贩子。不是你忘？我可以给你药。你先把这本表填了。我不填，我都说了我不需要医生，你只要给我药就行。你向来都这么爱管闲事儿是吗？我是一个心理医生，我没有办法坐视不管。走了。认真舔。林小姐，你现在的心理状态非常的不乐观，我建议你马上接受治疗，否则病况将不可控。表我也填了，请你说话算话，给我药。我给你做这份表是为了让你重视你自己的病情，你在国外的诊断书我看过。给我药。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提供药物，以后你还要的话看诊开处方。怎么样，丽豆还舒服吗？嗯。手机给我。手机？嗯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微信头像必须是我，朋友圈背景也要是我们俩的合照。嗯。我想想还有什么。哦，对了，你的手机锁屏密码必须是我的生日。好主意，你的手机给我，我也要换。行，
姐妹振作呀，给你介绍点可爱的小男孩，别老在贺巧燕那个老腊肉上吊着。你还给我。你的朋友们还不知道我们在谈恋爱吗？不生气，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官宣吗？而且他不会介绍给我的，真的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刚刚我已经群发了你通讯录里面637位好友，更新了下你的情感状态。贺先生，你也太幼稚了吧！你好，我已于今日上午9:30正式与贺乔燕先生达成恋爱合作，合作项目将稳定推进，望知悉并转发。你有病吧？你搞得我好像没到号了一样。你不懂。走了，准备出门。去哪儿？各位，今天把大家喊过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。我跟以月正式交往了，特此给大家公示。哎呦，那个贺总，其实吧，你发个朋友圈就行了，整这么大牌面秀恩爱。对啊，就你这一张纸啊，我们可不放心把秦医生交给你啊。嗯，来来来，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，剪刀石头布吧，就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大冒险，可以。贺总，你就把这段台词给我情节展示一下呗。这不可能。什么不可能啊？我不是。确定吗？我准备好了。换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呀！都怪你，也不哄哄人家，人家超想哭的，捶你胸口，大坏蛋！哇哦，你好讨厌！大坏蛋，打死你！分手。大冒险。别停啊，还有第二发呢，快来快来快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真心话。我跟宁放掉在水里，你救谁？哟，我谁都不救，我不会甩。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在你喜欢我之后。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不许反问。我就不。反正是我喜欢你就行。还有第三轮呢，玩不玩了？石头剪刀布，大冒险。好。来，贺总，姐。你们一块儿吃了这根薯条吧，15秒之内哦。发酒，他就是个游戏黑洞，能不能？没关系，你们先回，我来照顾他。不看了，不看了，我知道你跟我一样。你要什么？都喝酒。听说？不能酒驾，不能酒驾，又开罚单了。要开多少罚单？500万。500万？
那我可要小琴同志帮我办理这项业务了。好，那请为小琴同志的服务进行评价，五星好评啊。百万好评。这样够吗？不够。不能买够。大姑不来了，我打个电话问她一下。不用了，我知道大姑不怎么喜欢我，但是不喜欢我也正常，反正我从小到大就不怎么招老师和长辈的喜欢。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你就继续快快乐乐的做自己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了。但是这次不一样，我想要得到大姑的认可，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我们。月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哎，大姑她平时喜欢什么呀？我学习能力很强的。大姑这个人吧，很喜欢事业，也很喜欢利润，是很典型的贺家人。如果说除了工作之外的话，他应该最喜欢打高尔夫。高尔夫？哎，这个听起来好像比较容易学。你是准备开一个高尔夫球用品店吗？这叫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高尔夫是利用高尔夫球杆把球打进洞的一项运动。怎么了？我辣椒放多了？不是，我没放辣椒。就是第二，近，不对，距离的重要因素，距离。身体的柔韧度，1234离开，然后向右发力。